好，我们来化解这个。我们用那个完全平方来化它。这二七十四嘛，这是二加七十九，所以是根号七的平方，减掉多少呢？二乘以根号七，乘以根号二，那再加根号二的平方嘛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呢？a 平方减 2ab 加 b 平方，所以是根号，所以是 a 减 b 的平方。哦，啊，这等于多少呢？这等于根号7，哦，那个平方开根号，哦，减掉呢根号2。